今仔日会伫同一时间替两对新人证婚。我一件代志，我会当你用。宋子妙，你有心啊！恁应该是你有家室。欢迎五副总。吴总，欢迎，欢迎。阿星，你先去看卖饭店的报表，带头报。山集团跟温麦公司有合作，特别说要带女儿出席，介绍给吴先生接待。吴妈妈你好，我是月月的朋友，伊人无爽快住院啊，所以我就代替伊来向大家陪做回事嘞。你是廖萌姿哎，最近啊网络票选好情报形象第一名。这正当做代志，真正是无什么好路啊，无怪是好好的夫，我建议甲出门的。野猪，那有野猪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这人啊，弄到人啊，不要回死的哦。看起来咱真无认出我。你的兵我记掉掉。当初是怎讲这么着急？你车会使这么紧？那是人之常情，那是义务啊。你万无想到有一台车会去弄红灯啊？志尚，不要，你别管我，你先救。听说你袂救我的囡仔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只是啦，我拢无可能救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